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圣经精读。我们现在会开始看就诗歌书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诗歌书其实是包括了诗篇、雅歌和哀歌，以前就包括路德记都是属于诗歌的，但我们一归纳就是诗篇和雅歌和哀歌。但耶利米哀歌我们之前就已经讲了，所以现在就不会再讲。咁我哋依家咧就会针对咧就系诗篇同埋雅歌呢两本书咧嚟讲嘅。好啦，咁既然系诗歌书，咁当然包括里面嘅就系多数咧都系情感嗰方面咧偏多嘅范围啦。咁诗篇咧可以称之为新嘅妥拉嘅。咁到下边啦，亦都有雅歌啦。诗篇常常嘅醒思。詩篇咧係猶太人嘅歌本，係用嚟禱告同埋敬拜嘅。當中嘅詩歌大多半咧都係大衛所寫啦，因此咧就稱之為大衛嘅詩篇。咁依照唔同嘅內容咧，有以下呢幾種，包括讚美詩、懺悔詩、智慧詩、君王詩、助咒詩同埋哀歌嘅。詩篇嘅屬靈意義，無論係個人，抑或群体，都应该成日都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他诉说一切，将一切都交托给他。而弥赛亚亦都已经被预言成为最终的安慰和拯救。另外一本呢就是雅歌了。雅歌的意义在什么呢？神圣的亲密关系是美好的，是预设的，因为神一开始创造了男女，亦都预设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。关系这个关系美好的，值得歌颂的，就好像基督和教会，亦都好像圣徒与基督合而为一。这个是内室的关系的，好像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讲到，至于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入你的内室，闩埋房门，向你在隐密里面的父祷告，咁样你喺嗰个隐密中察看嘅父就会报答你。好啦，咁我哋呢度简单睇诗篇嘅简介先。我哋呢度讲诗歌书嘛，咁我哋之后咧会讲诗篇同埋雅歌嘅。咁啊，总之呢度咧就分咗五篇啦吓，有大卫嘅诗篇啦。跟住大卫同可拉后裔啦，有亚撒啦，有无名作者啦，有大卫同无名作者啦，好啦，咁诗篇嘅主题咧就系讲紧神嘅特性，包括系公义啦、大能啦、主权啦、怜悯啦、信实啦、慈爱啦、恩慈啦，咁呢啲嘅。咁啊呢度有好多主题啦，讲到神嘅国度啦，神嘅弥赛亚啦，咁呢度咧就讲到一对基督的预言的。咁啊，受高者话我要全圣子，耶和华对我曾经对我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犬类围住我，恶党围绕我，他们扎住我的手、我的脚、我的骨头，我都能数过。他们撑着眼看住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咧颤抖。咁呢度咧就好似咧就讲紧耶稣的情况啦。诗歌主题亦都包括对神嘅敬拜啦，就包括个人嘅敬拜啦，同埋集体嘅敬拜啦，亦都包含到人嘅经验，包括喺危难里边嘅呼求啦，同埋拯救后嘅赞美。而雅歌嘅简介咧，就可以称之为歌中之歌或者所罗门之歌，系所罗门记载嘅一段爱情嘅故事啦。咁总体嘅结构就包括系相约啦、婚礼啦、问题啦，同埋进展。雅歌书的情节类似于戏剧，主要有三个角色，包括是新娘、新郎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。这些东西跟犹太的背景、他们的习俗是有关的，我之后再讲。雅歌呢选读包括有爱的激发，有爱的应验，有爱的烦恼，有爱的信实。好啦，咁哀歌我哋之前讲过啦，咁呢度唔讲啦。好，呢个就飞咗先，因为好啦，预言与期许。
其實咧詩歌咧就包含住預言同埋期許，包括咗大衛嘅預言同埋期許嘅。咁好，咁我哋跟住落去咧就會睇詩歌詩篇噶啦。咁我陣間翻嚟咧再繼續。